家好，我在上海的磁浮列车站，这里是龙阳路，我要坐回浦东机场。那它磁浮列车的轨道长这样，它只有两列。今天的天气非常的热，上海最近也都是高温警讯。我们等待列车进场，这里是磁浮龙阳路站。我们现在在龙阳路，那它有接很多的地铁站，刚刚也有经过，然后它就是一路没有停，直接到浦东机场。那它的时间呢？听说目前是八分钟就会到。客们，磁浮列车进站，请乘客们听从工作人员的指引，列车进站安全线内。未进站的乘客，请抓紧时间检票进站。谢谢您的配合。Lumiere Brothers, dear passengers, the river magnetic station, high speed train. Please remember, very well.它有一到九号门，贵宾席是一号门，普通席是二到九号门。那我们现在是坐二到九号门。坐这边就好了。现在要进列车。这边可以放行李箱。现在要从龙阳路站出发，这里是磁浮列车。那它起步加速是45了，看一下它的加速。